坐下。咱们先来，咱们先来一圈口令的，然后再看动作的啊。先是只有口令，然后是只有动作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先起来啊，坐下，趴下。好，第一步过关了啊，然后我们重新来，没有口令了，这次只有动作啊。你先起来，好，真棒！你看我们小爱成功毕业了两门课，然后我们再学一个握手，好不好？我们首先试一下左手，好不好？坐下，好，左手。左手，好，然后坐下，右手，哎，左手，左手，哎，真棒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动作呀？我们玩那个动作，我们玩那个 bang 这个动作方法。上这么前面，好，坐下，坐下，趴下，好，然后往这边倒，往这边倒，这边倒，往这边，坐下，坐下，好，往这边倒，需要耐心，坐，趴，坐下。我让你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哎。